别去用中美这个咖啡，然后让那个产品做得特别融合啊。所以呢，希望今天现场的民众可以到摊位来试喝我们的黑沃咖啡，可以和我一票。厚厚的这个绵密的奶泡，所以喝起来就是很像拿铁，但是就说不出来奇特的感觉，就很特别。悄悄来讲一下。其实刚局长说的很好，因为一喝下去就是很香很浓的咖啡味，然后所以你刚喝下去你会有点想说，哎，这不是珍珠奶茶吗？怎么有咖啡味？是是是。然后后来再继续喝，就会很确认它是用冰拿铁做的，珍珠咖啡。哇！可是很有趣，因为它的珍珠还是也应该也是用黑糖熬煮，对，所以黑糖的珍珠配上拿铁咖啡的时候，竟然我觉得喝起来有一点焦糖的味道。所以它变成一种很奇特，在嘴巴里除了咖啡、珍珠、黑糖之外，还有一点焦糖的香味。我知道你的感觉，多层次的口感，对不对？它会让你一直去回味，然后去思考，哎，我现在喝的是什么？哇，好棒哦！